吃饭，小心，那可能是他的任务，是不是？你要吗？随意的，那个什么，随意的，你等，待热，我帮你热，坐着去吧。 不用，你不能坐。他不能坐，你不对劲儿，就是不对劲儿。咱们过来的时候就不对劲儿。哎呀，人家任务已经完成了，你停住。会，你一定是十个。子怡太失会吗？我想想。哎，你。 你不对，你一直在翻跟头。他们俩同时翻滚。两个人同时运动啊！你好敷衍。你有这么简单？我可以，你可以吗？可以。 子怡，放松一点，我们现在进入游戏这一把。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来吧。你的右手在蓝色，你的右手在蓝色。哎呀，你帮我一下。王子怡的一言一语开始了啊！听闻着就不行。 我星星，我星星，我星星，失败了，失败，我还没开始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哇，明天要干嘛去啊？这是你靴吗？开始了，明天要，我要洗澡啦。棒，真乖。